想见而不能见，闭上眼，你的身影让我如此想念。想遇到的那一天，色彩如此鲜艳，且温暖。不安和怯懦消失不见，你的温度让我勇敢。像个小动物一样蜷缩在你身边，且柔软。常常在想是什么让一切发生了改变，有备而来带着无限宠爱，准时到达接住那颗想要长大的心，不再离开，一起面对平淡和波澜。 Falling in love， 整个世界那么甜，去实现没有实现的诺言。 Falling in love， 两颗心好勇敢，去跋涉最远的山。牛奶美味，营养对味，再暴雪时分，由蒙牛草莓牛奶独家冠名播出。三星 S24 系列邀您收看高光时刻。哦，知道了，谢谢你，真的是太感谢了。Galaxy AI 爱了，三星 AI 手机 S24 系列新品，邀您收看再暴雪时分。入华阿萨姆，新年顺到家，统一阿萨姆邀您观看在暴雪时分。自护卓越可见，万千中国妈妈信赖的爱他美卓奥邀您观看在暴雪时分。新年喝强爽，天天抽金条，若有强爽邀您观看在暴雪时分。在这里。林阳，你认错人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应该就是这儿了，赶紧走啊，走啊，走地铁了，快点，坐两站就可以到酒店了。快走，快走，地铁停运了。今天全程暴雪，公共交通都停了，要去酒店赶紧打车，再晚车都打不到。谢谢，谢谢啊。腿比我短一点，怎么走这么快？我是你姐，也就比我大三个小时。就在那，今天慢点。哎，姐，你慢点。小心慢。我来吧，我来吧。Hi. Hi. You can sit anywhere you want. 这边。What about a twin room? Or maybe you could add one more bed? No?
Not even one room. Well, I got it. Thank you.只有这些，希望酒店有送餐服务吧。首先，得有酒店让我们住才行。嗯。我去那边打个电话啊，这太吵。给谁打？郑毅。哦。那天，我不知道打了多久电话，而他一直看着，在窗外。老六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哥们，国内来旅游的小孩，一个人。我和我姐，他在那儿打电话呢，一会儿就过来。点喝的了吗？没呢，这不等你呢吗？你呢？哦，点了点吃的，还没点呢，你一块吃。不用了，谢谢。郑毅在找酒店了，他说等一下给我消息。嗯。你看着我手机啊，有消息就叫我，我没有。姐，小果，干，听你的，这杯你的，哎，谢哥。客气什么呀，都是同胞。你认识啊？就刚才你在那边打电话的时候，他们进来，就在隔壁。我听见他们其实说了几句中文，就问他们有什么酒好。刚你过来的时候，是不是地铁已经停了呀？停了。弟弟，你们如果要订酒店的话，得快点，越晚越难叫车。哦。来消息了吗？没。喂，我叫了车，一会儿可以等等他们，等他们订到酒店了，正好一块儿，先把他们送回去。你不是刚过来吗？临时不是，你杨哥叫车方便，一会儿你们订了酒店之后呢，就跟他走，他送你们回去。好啊，这不好吧？啊？我说不用麻烦你们了，我们自己可以的，谢谢。不麻烦，正好顺路。我们就是跟你弟弟聊的投缘，不用客气。哥，我们喝一个吧。行，一块儿吧。这酒没问题吧？
never was so sure to say it out. But maybe it's too much to hold it down. To look away the night sky. 小伙，我刚发你的是酒店的地址还有电话，你周围能订的房间不多，都死贵死贵的，我就给你订了一个稍微远一点的，这也只剩下最后一间了，你抓紧时间过去啊。酒店搞定了。一姐威武啊。哎哥，我们能走了。这么快？你朋友挺靠谱的。在哪儿？哦，哎，这儿。这是什么？去这儿。车多久到？十分钟内。那我先上厕所啊。我也一块。行。是留学生还是在这儿工作呀？留学生。怎么，怕我是坏人？我的身份证，学校司卡。嗯，对对。照片是不是名字也一样？应该没问题。还有护照，你看一下，是不是一样？是，谢谢。林阳，你干嘛呢？这些车我们不在单独加联系方式呢。我跟你说，这人可是个大骗子，身份证都不顶用，造假成本太低了，让他把户口本拿出来给你看看。不用了，谢谢。车到了，帮他们拿下行李。好。没事，哥，我来了。没事，你拿轻点。那就行。Check please。来，你让他去买吧，我们先出去。你手机都忘拿了，先帮我拿着吧，姐。放给我就行，谢谢。你们先上车吧，外边太冷了啊。Where are we heading to? Hotel Snow Township. You want me to take a detour in this damn weather? Yeah, take a detour. 大好人啊，姐，还绕路送我们。你先别着急啊，我先拿行李。这两个我来。哎，正义，刚到，我们刚到。还没呢。哎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等一会儿再给你打。我先进去看一下啊。啊。哦，谢谢。这附近不算热闹，晚上尽量少出门，在国外当心一点。没坏处。哦，知道了，谢谢你，真的是太感谢了。再见。哦，再见。哎，林哥，
咱们加个微信吧，我回头请你吃饭。好，来。好，有麻烦随时找我。哎，你可慢点儿。喂，关门了，要吃自己煮吧。先让我进去。来，快快快进来。家里没吃的了？没了钥匙，进不去。我为那家伙手机关机了，根本找不到人。那室友呢？不知道啊，我们从来不联系的。赶了两天论文了，根本没睡过，今天晚上在你这儿睡一晚。我儿子今天刚好过来了，等我去把他叫起来吧。哎，哪有跟孩子抢床睡的呀？今天晚上我就睡这儿。感谢林哥，感谢正义姐啊！哎，我呢？你不谢谢我呀？谢谢。虽然呢，我只比你大三个小时，没办法，责任心太重了，只能一辈子罩着你了。哼，哎，对了，姐。大帅哥给你看学生证了。对，有点尴尬，但我没想到啊，他跟正义居然是校友。真假？学霸呀。今天第一碗面给你了，谢了。该我谢谢你。还你的20万已经转给你了，你确认一下。抱歉啊，这笔钱着急用，不然也不会催你还。我还你钱搞得好像你欠我的一样。哎呀，傻小子。球台上每次收杆
都是精准计算的艺术。生活中时刻存在不凡与美好的瞬间，用 Nespresso 做杯咖啡，感受风暴般浓烈香气，品绅士般优雅口感。全新荣耀 Magic 六系列单反级荣耀鹰眼相机，第二代青海湖电池，荣耀鸿雁通信，邀您精彩继续。过吉香年，喝红罐王老吉，王老吉邀您精彩继续。海姐，帮我扛两片啊。行，你回去吧，我一会儿给你拿过去。姐，啊，你要不自己感谢一下大帅哥，亲自感谢。我是想感谢来着，但没想好怎么说嘛。哎，这有什么好想的？我现在就把微信推给你。啊，你现在家正好，我刚跟他发完消息，手机肯定在边上。 OK。 哎，哎，姐，碗在那，自己劳动。我没事。哎，你把手机给我，莫小天。通过了。不行，帮你发个笑脸。我还没想好说什么，你就给我发笑脸了。没事，他人特好。你就说请他吃饭，昨天晚上不是说过了吗？等雪停了找他吃饭。你好，我是英国在 Redfish 酒吧的中国人，就是你帮助过的姐弟俩，我是那个姐姐。知道。多谢你帮忙，我们才能顺利到酒店。如果你有空的话，我和弟弟请你吃顿饭，表示感谢，你看可以吗？不怕被骗，我刚到这里，第一次来又遇到暴雪，六神无主的，对不起啊，让你的好心被误解了。
好说。你现在在哪儿？我们可以过去。我人在火车站，要回学校。说了什么？他回学校了。这么不巧。是啊。简单，我们也去一趟，正好玩一下。你别折腾了吧，又不急着在今天请客吃饭。哎，没事。坚决不去，哪有追着人家请客吃饭的？还是在别的城市，太变态。姐，行行行，不折腾不折腾。好不容易找到住的地方，我还没缓过来呢。哎，我不是想着滴水针涌泉相报吗？总会有机会的。林哥，你咋突然就走了呀？还没吃饭呢。我们一会儿吃完饭得去趟超市，补点货，买点水。零食，哦，毛巾得买，洗发水、沐浴露都没有，都得买。嗯，你要不记一下，一会儿忘。知道知道。你跟着我干什么？那边有零食，你想吃什么自己买。哎，改天再买，改天再买啊。我刚刚选好的。哎，我买了车票，时间来不及了，现在赶紧收拾收拾走了。等会儿。什么车票？去贺新的。林哥给我推荐了个 app， 我就试着订了两张，还挺划算的。不是说好了不去吗？哎呀，你听我说完嘛。本来没想去的，但是又聊了两句。林哥这人吧又特热情，我说我认识一个姐姐，跟她一个学校的，然后挺好奇他们学校长什么样，他就说有空来参观参观。说不定以后读博也是个好去处。你就算是想参观人家学校，也不用赶在今天。哎，姐，我这不是话赶话，一高兴就买了吗？你看，你把票退了吧，咱们改天再去。改天你就没空了，你后面又要训练，我又不能耽误你训练。被哥知道了，肯定要揍我。走走，不是，我还得收拾东西呢。哎，就一早上收拾什么呀？我帮你把东西放货架上啊。哎。非常感谢你的帮助，希望我能有机会回报你，但在回报之前，希望你收下车钱和酒钱。不用客气。
So finally, just let me be your man. 甜甜，汪小甜。一会儿下车，你给林逸阳还钱吧。我刚给他转，他没收。嗯。可算是找着你了。不，人家都快到了，你一个人走了，算怎么回事啊？你要是不跟我回去，我可就一直跟着你啊。昨晚请小朋友喝酒，钱花光了，没钱买回去的车票。我买啊。算过了，这些钱买火车票是不够，待会儿到院之后咱俩去坐巴士，巴士票我总买得起吧。如果我就是不想回去了，其实今天晚上约你的是你老师的女儿，她外甥大学毕业，她飞过来参加毕业典礼，说什么都要见你一面，说是你师娘给你带了不少东西，都是你小时候喜欢的。人家大老远过来一趟，你面都不见一下，不太好吧？那我买票了。哎呦，要买就买，哪来这么多废话？我就知道，有的人呐，就是嘴硬心软。白姐，嗯，这就是林哥推荐那个汉堡店吧？是吗？还有时间吗？饿了。车还有20分钟才到，你要饿了走呗。好。我好像有点饿，要不要去吃个汉堡？先吃这个垫一下吧，回去再说。你说我们给林哥吃什么呀？你在这边有知道什么好吃的东西吗？我也没想好，这边也不是美食出名的城市。那干脆直接问一下林哥吧，他对这边比较熟。也行。嗯，我和我姐到你学校附近了，晚上约个饭吧，林哥。好好玩，我会喝耳了。怎么了？他会喝耳了。啊？他不是刚回学校吗？怎么又回去了？可能有急事儿吧。怎么办呀？我还想问你呢。我错了，早知道今天问一嘴。你还知道？安姐，你别生气嘛。
啊，我错了，姐。我跟你生气，气都气不过来。来都来了，走吧。车到了。Are you international students? Yeah. Harrison University, right? It's the most famous one. Its tuition fees are too expensive. Not yet, but I hope so. 阿姐，你听到他说的？这学校本来就是贵，正义之前提过。林哥不简单呀。人家怎么样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这怎么能没关系呢？他可是我俩的大恩人，好不好？行。一个我有生以来见过最帅男人推荐的。拍照狂魔。没多帅，欺骗大众。哎，有照片没有？这两天一直听你弟说没见到人，心痒痒。当然不会骗你，要我是女的，一准看上你。一般，普通人，我弟夸张。你实事求是行不行？对呀，实事求是，不许带个人情绪。好吧，我承认是不错。幼稚。那里有一家 Epic Grill 还不错，试试。孟小天，你忘了人家也能看见了吗？你为什么不提醒我呀？我也忘了。那我这前面……哎呀，没事，你又没说他坏话。再说了，你刚才不是夸他了吗？哎呀，我真的一点都没想起来。还真没事，林哥人多好呀。太牛了。还真没事，哎呀。我不说话。看人呢。你无不无聊。喂，是我，帮我去招待两个小朋友，我临时有事，顾不上。你帮我把他们照顾好，我帮你去一次，这是交换条件，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给，这是你的，啊，我就在你隔壁。好，姐，林哥说害我们白跑一趟，挺不好意思的，这顿他请。你答应了？没，他让他朋友来请客，我说你朋友来可以，但钱得我掏。他说我们远来是客，自然是他请。他说这是中国人的规矩，就算在异国他乡也要说，但我们答应了。这还差不多，算你懂事。咱们本来就欠他人情了，不能再让他请客。到走。 Excuse me。 哎，你记得有机会就把车钱跟酒钱给他。哎，姐，你都说了两遍了，我又不是小孩子。
给了他没要，说下次见面的时候再给。下次？啊。那。小六，今天不喝酒。难得见，喝一点吧。是阿姨，喝点吧。阿姨，林阳叫我姐，你居然叫我阿姨啊！你们俩这什么辈分？我不能照她的辈分走呀。我妈跟您是姐妹，我要是叫您姐，我妈不得揍死我？还真是呀，那这事儿就难办了。小六在我们东兴城的辈分太高了。哪还有什么辈分啊？我早就不在东兴城。姐，您喝点水吧。我跟着林阳叫您姐，你可别告诉我妈呀。谢谢。这儿就你们俩住吗？啊，主要是我住，他偶尔过来就睡沙发。这两边的房客是一对姐妹。男女合租啊？那住着方便吗？还行吧，之前房客都是男生，后来他们搬走了，房东也不想房子一直空着，就一直管租出去。主要还是在校的学生，沟通也方便，各自有各自的房间，也不打扰。先坐吧，姐。好。想想你小时候的生活，再看看现在，真好。等回去和我妈说一声，她老人家也就放心了。江阳遇到难处了，他想和你商量一下。醒酒器好像在储藏间，我去找一下。我既没有钱，又没有什么人脉，江阳要找人帮忙，最不应该找的人就是我了。那要是他既不需要人脉，也不需要钱呢？需要什么，我应该都给不了。行吧，你们两兄弟自己的话留着你们自己说去吧，我就不掺了。对了，我妈她亲手给你做的泡菜，非要让我给你带来，我好说歹说，终于让他放心了。但是没想到呢，他又让我带这个给你。我这战战兢兢了一路，生怕海关给我扣了，留着吃吧。这种补品，他们应该留着自己吃的。是啊，我都说了。我说你才二十七，哪用得着这些呀？可是人家老太太一听就不乐意了，非要让我带。我心想啊，我快别招她了。再说了，这些东西都是别人送我们家的，老人吃不习惯就一直收着，索性我就全带过来给你吧。你呢，是愿意煲汤也好，泡水也行。你知道的，我妈最喜欢留这些好东西给你了。姐，真不用。一晚上了，我终于听到你叫我姐了。全面高阶营养，五重自护成长，全面高阶营养的海普诺凯邀您观看在暴雪时分。涂鸦属于我们的假期，去山上看雨，去海边散步，追着日出日落，挥霍一段时光，
留出属于人生的遗迹，在风里唤你，在梦里回忆，对着玻璃呼吸。我知道一切都会消散，像被海浪冲洗过的沙滩，清晰和